掌厨。原料：豆腐450克，豆豉10克，蒜末、葱花各少许，彩椒25克。调料：盐3克，生抽4毫升，鸡粉2克，辣椒酱6克，食用油适量。做法：洗净的彩椒切粗丝，再切成小丁，洗好的豆腐切成条，改切成小方块。锅中注水烧开，加少许盐，倒入豆腐块，拌匀，焯煮约1分钟，去除酸味。营养分析：豆腐含有铁、镁、钾、钙、锌等营养元素，经常食用可以补中益气、降血压、降血糖、清热润燥、生津止渴。捞出焯煮好的豆腐，沥干水分，待用。用油起锅，倒入豆豉、蒜末，爆香，放入彩椒丁，炒匀，倒入豆腐块，注入适量清水，轻轻拌匀。制作指导：焯过水的豆腐可以过一次凉开水，这样可以使其口感更佳。加入少许盐、生抽、鸡粉、辣椒酱，拌匀调味，用大火略煮一会儿，至食材入味。倒入适量水淀粉，轻轻拌匀，至汤汁收浓。关火后，盛出炒好的食材，装入盘中，撒上葱花即可。看视频，学做菜，欢迎订阅《掌厨》。感谢你的点赞、评论、留言与分享。